而由禁止蒙面規例實施至今，警方一共拘捕77人，是有關禁止蒙面規例裏面的罪行，包括50男和27女，年齡介乎12至41歲，其中74人是涉嫌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用品，而另外3人是因為不合作，在警方截查的時候拒絕除去遮擋面容的物品，於是乎被拘捕涉嫌沒有遵從要求除去蒙面物品罪，被拘捕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